学啊。哦，对不起啊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是可心。啊，阿珍，可心。既然这样，我们要不互相猜一猜他是干什么？与音乐相关。DJ。伴舞、作词。对，我是作词人。我给一些电视剧写过很多的插曲和主题曲，比如《周生如故》啊，《乔家的儿女》啊，《欢喜》啊。终于你雪月风花悲喜都看尽，在流里都为你心如意。在肩上淋上皆渴望，心甘情愿一生坚守，一缕光。害怕岁月会让人偶尔天各一方，想念的人总还会再遇上。烈日上的艳阳，赤着双脚，枯叶哼着歌谣，那么骄傲，不愿辜负花梢，就算渺小也要捧得高。我无比庆幸此刻年少，青春正燃烧，哪怕就明天一路飘摇，也挥舞着骄傲。星星流转，情浅浅，流光似宇宙梦见，千丝万缕一成一线花满天。其实很不好猜，给大家一个 hint， 别人经常会问我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你猜我现在在想什么？心理学 ，Oh my god！ 那你可以读懂我们的心理。哈佛大学，那可那可是另外的价值。我本硕都是心理学，然后我现在是在做企业培训这一块。孙华明，23岁，第12届哈佛中国教育论坛秘书长。我相信我应该比其他的选手要更侧重于观察一些细小的信息。听到这句话之后，我开始跑了。快快快快！这个东西太紧张了。孙华明，哇！和南方选手曾华明挑战成功。